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六了，然后今天又要去找我跟我一起过生日的那两个朋友，他们现在在我其中一个朋友以前的家，因为他刚刚搬家嘛，现在准备也要出门去找他们。其实我那个朋友也快要生日了，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毛毯，我还没拆开，等他自己可以拆。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家买了那个芦笋嘛，我上一周我忘记周几的时候买了，然后还没吃完，所以想说今天可以拿过去煮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周末应该在家也不会做饭。好，然后我现在快要出门了，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见面吧，拜拜。 Baby, I think I'm finally starting to get you. She told me through her teeth and her perfume.I never wanna see you again. But in the morning, she's pulling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athroom. I'm standing in the hall, I'll be gone soon. Who did I think I was?刚到了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们在做饭吃。朋友吃剩煎蛋。季老师，我跟你说个过期了那个咪咪，我刚才想拿来吃。我也陪了你一会儿，我也没事。我有事儿，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在你家。这个吗？我们准备要来玩一下 V。不是这个。这个是什么 ？PC 吗？这是 PC。你没有连吧 ？Mario 也可以。这是切吧。那我只能玩这个或者俄罗斯方块，这 Mario 吧。就你想要操作扔帽子和帽子，还是你要操作那个人走？没事，就是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走的人走路，然后一个是扔帽子和我要做走路，哎，我要做走路的人。那你用哪来的？哎，我想要拿那个帽子，回去。等一下，别动。好，我们怎么又回？我们是不是又回来了？哎，别吓死！哎，没事没事。是我和 Wendy 配合的，你都没看我们俩昨天像默契配合吗？的人没有，我们玩的他像在打醉拳。季老师的这是什么鸡？徐州地锅鸡，这叫地锅鸡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徐州。好，他超厉害。今天季老师下厨做的什么鸡我又忘了。徐州炖鸡。地锅鸡。徐州地锅鸡，好棒！不用特别加徐州吧？他是他自己加的。哎，你的那个茄子啊，我的茄子，还有茄子，我都忘了。你们都不要汤的吗？我不要，我要不要都可以。我有没有都可以。我也是。这个饼有味道的吗？还是要跟着鸡？没有味道，就是干汤吃，就泡没了。没有，可以蘸这个茄子，有一点点汤吃。哇，这个鸡好滑，好嫩！真的还有饼。季老师拿酒喝。季老师已经要喝酒了，开始。季老师要回答我那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忘记了。我也忘记了。你记得吗？我要想一想。啊，我记得。哇，说没吗？来，喝。食物都堵不住你的嘴。我看。他说再给你弄一个米线。现在准备要去吃晚餐。走吧。没有，不会不会。啊，你好。Hello， 四位。的。把油画溅到身上。够了吗？他这个要开火的吗？开，应该已经开了。卖萌。
个小婴儿。你的是我不是的。围兜兜。那你就是妈妈。看不到我。可爱吗？可爱。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牛蛙哎。是不是要找他要碗水？没事，先吃。等一下不行啊，我觉得你马上就等不行。没有看不起我吗？我觉得这个辣味好正宗啊。龙虾。它稍微有点甜。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天，然后我刚刚给自己弄了早餐，等今天约了朋友去那个博物馆，所以现在先来一下早餐，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稍微准备我自己了。我昨天在那个 Jersey 买了这个 pumpkin something bread，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面包。Anyway， 现在先来吃一下早餐。我最近买了一个卷发，新的卷发棒，因为我之前那个坏掉了，最近想要学习一下卷头发，所以我今天出去，所以我打算要来卷一下头发。我这个买的是32mm 的，然后我昨天出去的时候其实也自己卷了一下，我觉得卷得 OK， 所以现在打算跟大家一起来卷头发。不过我不知道跟大家展示教程，因为我也是新手。They call me Mr. Tims。特别丑，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看。我现在等它稍微凉了一下，看它下垂会不会自然一点。然后我现在可能再玩一下电脑，吃一下东西，稍微等一下化妆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化妆都是怎么化的。等一下见，拜拜。Hello， 大家好，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然后因为今天是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s Day， 所以我们公司放假，现在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打算跟我室友到我们家外边附近一家餐厅吃个午餐，所以现在应该差不多要出发啦，我们晚一点再见吧，拜拜。Hello， 大家好，我刚刚买完菜回家，然后还去买了一杯老虎汤，已经被我喝了一半了。就我家附近其实有一个鹿角巷，我本来比较喜欢喝鹿角巷，但是最近没怎么喝老虎汤，想说今天去 Chinatown 那边买菜，所以顺便去买了一下老虎汤。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下午4点了，今天可能晚一点会做一下 meal prep 吧。然后因为我之前跟我老板在讨论我就今年的目标什么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让我要不要去上一个什么课啊，就提升那种个人能力啊， leadership management 那种课，所以可能我今天也带应该要准备一个 list 啊什么的，就是把那个 research 给做好，可能下一周就可以跟老板讨论说哪一个会比较适合我呀，然后哪个可能公司会比较愿意报销。对，然后这就是今天剩下的计划，如果我等一下忘记拍的话，那今天的 vlog 没有，那这一周的 vlog 就到这边，我们下一周再见，拜拜。And someone else